别胡说，我才不是这样想的。小兰花，你这话是负气对不对？那日在园中水阁，兄君只是一场误会才会伤到你。倘若我跟你回去之后，你能保证替我洗清勾结越族的罪名吗？我倘若你的云中君执意不肯赦免我，你敢违抗他吗？倘若他用那一套什么天命天规来问你逼你，你能护我周全吗？倘若任何人敢伤我责难我，你能叫他灰飞烟灭吗？兄君一向秉公无私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查明真相的。哼，就知道你做不到，哪怕一句漂亮话都不愿说给我听。但这些月尊大人都做得到，他愿意保护我，不让任何人伤害我，所以我愿意留在这儿。你刚刚叫他月尊大人，难道你真的勾结月族？